我是杭州二中校长尚可。开学季我给同学们推荐的一本书是余秋雨的《中国文脉》，阅读让灵魂跟上脚步，跟我一起读书吧。中国文学洪流奔腾不息，浩浩荡荡。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，以独特的视角、深层的思考、蓬勃的激情和灵动的文笔纵横驰骋，酣畅淋漓地揭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，赞扬文人的生命格调，探寻中古文化之脉络，历史与现实沟通，文理与形象交融，是历史，也是散文，是文化，更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精神气质。中学生们站在巨人肩膀上，借助研究者的视野，了看浩瀚的中国文学，更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膜拜在滋长。下面，我给大家朗读《中国文脉》开篇中的一小段。中国文脉，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。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，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。就像那一条倔强的三脊所连成的天际线，正是这条天际线，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，以及那个天地之限，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。因为太重要，又处于隐潜状态，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。因此我们必须开宗明义，指出那些最常见的理论岔道，不让他们来干扰文脉的潜流。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，这股潜流属于文学，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。这股潜流虽然重要，但体量不大。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，而是时断时虚，断多续少。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，更有排斥力。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。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减法更为重要，也更为艰难。简而见精，简而显神，简而得脉。同学们，阅读让灵魂跟上脚步，跟我一起读书吧。